怎么了，表弟这么急？今天有朋友来我家玩，可是我家现在没有摆床的空间了，该怎么办？别急，让表哥教你一个双层床。那表哥，你赶快教我呀。好，首先看一下材料吧。有滑动方块、加标记器、加标记器、岩石砖、床、滑梯、阳光灯和开关。表弟，你记住了吗？表哥，我都记住了。Here we go。首先，我们先挖一个三格长、五格深的一个坑出来。最下面放上加标记器，然后在上面放三格岩石砖。最后放一个加号标记器，在加号标记器旁边放上一个岩石砖，然后放上床，在加号标记器旁边放上一个滑动方块，再放一个开关。大哥，你这个床真的可以吗？放心吧，现在稍微装饰一下，然后在这里放个南瓜灯，你看怎么样？表哥，这样下面的人怎么上来？这让我再改一下，在旁边挖一个一样大的坑出来，然后放上岩石砖。在这里向下再挖两格，一格放满岩石砖，然后在侧边放上滑梯，这样不就可以了吗？这真的可以住人吗？不会出什么事吧？表弟，你就放心吧，绝对没有什么事情。好吧，表哥，那回去制作了。好，一路上慢点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小伙伴们还有什么想看的教程吗？那再。